今天终于发现角磨机不只可以切割、抛光、打磨使用，我们拆下锯片，拿下压板，装上这样一个角磨机专用的钻夹头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开孔器。装上打铁的钻头，拿钥匙拧紧，我们就可以在各种铁板上进行开孔。装上木工钻头，我们就可以在各种木板上进行开孔。再换上这种霸王钻头，我们就可以在墙面上进行开孔，特别的方便。